没有人比中国中央政府更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和福祉。在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及时主动地向台湾地区通报了疫情信息。在1月13日至14日，应台湾地区相关部门的请求，台湾地区的专家到武汉进行了实地考察，对疫情防控、应对处置、医疗诊治、病源检测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同参与此次疫情防控和患者治疗的大陆专家进行了交流。台方医疗专家对大陆方面的接待表达了由衷的感谢。至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我们也多次强调过，要必须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根据中方同世卫组织达成的安排，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可以参加世卫组织相关技术会议，有需要时，世卫组织的专家也可以赴台湾地区进行考察或者提供援助。台湾地区能够及时地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台湾地区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也能够及时地向世卫组织通报。这些安排都确保了无论是岛内还是国际上发生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台湾地区均可以及时有效地应对。我再次呼吁 WHO 不应该因为政治的因素排除台湾，台湾就在全球防疫的第一线， WHO 要有台湾的参与的空间。关于大家所关心是否旅客来台会扩大疫情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做出了相关的因应。那么交通部已经将旅游的警示提高，要求国内旅游业者呢确定所有的武汉旅游团呢暂停出团，并且暂时停止武汉旅游团来台。这段时间刚好是我们春节的农历春节的期间，我要提醒国人不用惊慌，维持正常的生活，只要记得随时掌握好政府所提供的各项疫情的资讯，做好自主的健康管理，就可以避免疫情的危险。另外呢，我要特别呼吁，也就是作为国际社群的一份子，希望中国能够善尽国际责任，让疫情公开透明，并且与台湾充分的共享正确的疫情资讯，这对中国人民本身也是有利的。那我们也相信政治的考量不应该超越人民的保障。最后呢，我要再说一次哦，台湾是世界的一部分，2300万的台湾人民与地球上其他的角落一样，都随时面对健康风险的威胁，也随时可能成为防治疾病传染的前线。我要再次呼吁 WHO 不应该因为政治的因素排除台湾，台湾就在全球防疫的第一线， WHO 要有台湾的参与的空间。谢谢。